黎明日前在社交网站承认 BB 出世，荣升爸爸，虽然表示感恩，但是 Leon 对消息流出就好不满，更怒斥爆料者有汉奸基因。文咏珊这日出席活动的时候说已经恭喜前老板，他都说可以理解对方的心情。我不作太多的评论，但是我觉得认为一个父母其实当然会想希望保护自己的家人和仔女，尤其是我们这一行其实很多时候都没有了我们自己的私人和空间，所以我覺得其實俾翻多啲少少空間佢哋。但係咪都好少可見到佢咁嬲啊？冇見過佢咁。佢脾氣平時都好好。係啊係啊係啊。係咁都問翻你自己啦。如果係你自己有喜訊嘅話，會唔會都主動公佈俾大家聽咁樣？我唔抗拒咯，但係要睇翻嗰個情況咯。咁但係我唔抗拒，因為呢件都係開心事嚟噶嘛。Leon 进入人生新阶段，而事业处于上升期的 JM 就说要拼搏多几年，他还很积极增值自己，都会去了补下国语啊，又补下英文啊，这样即希望即一有时间就可以补下咯。是啊，但是都即学到很多东西，是吧？为未来的电影做准备。都唔關事，其實係自己即一直以嚟，其實都好想係一有時間就去學嘅。其實無論係語言或者係其他嘢都好啦，即我都會想試下嘅。咁嚟緊有冇話都希望即想學啲咩突破下自己咁樣？我真的很想突破游水，但真的突破不到游水啊。是我都讲，因为我想大家其实都 很清楚知道我是有几咁惊水啦。我好惊水，真的，因为我有个阴影，所以就每一次讲出来大家都知道其实我是好惊水，但是真的试过突破试过两次都不得了。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，不过如果 JM 真的想学游水，相信大把人争住教他。